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分别推出有6天的时间哦，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9点半，在我们的绿酒市场中庭的广场，我们的活动摊位，我的民众可以用50块钱来购买100元面额的商品抵用券。那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主打店家哈。那今天呢，为大家首先开场的呢是平民美食，所以在台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些美食呢，大家都可以用50元的价格把相等于100元的这些美食带回家哦，哈。那今天因为我们是绿酒市场哈，每年11月都有举办的一个美食节的活动哈。那今年的活动就比较不一样，就是以50块的铜板能够换到100元的商品兑换券，然后我们也有分了6大类哈，然后每个礼拜有3大类在来促销，好，希望各位消费者能够来进来我们市场来多多的采购新鲜的食品哈。那今天我们介绍上面的美食哈，像这一盘就是那个我们的那个瓜子肉，由我们日新自助餐它所提供的哈。那这个是我们那个春卷皮，就是91号摊的春卷皮它所提供的。这个是巧秀自助餐，也就是69号摊它所提供的。然后这是鸭嗓，也是我们宜兰的特产，鸭嗓就是我们63号摊所提供的。然后这香肠跟当瓜，这也是我们宜兰的特产，哦，这个也是在我们82号摊所提供的。这个是我们二哥，石花鱼烟他所提供的，他有里面有一个我们很特别的那个鱼心哈，心脏鱼的心脏及猪头皮。那这是金河小吃部，也是今年有得奖的，金河小吃部所提供的那个炒面哈。以上就是这些，然后希望各位消费者能尽量的来我们的4星级的市场来参观选购，谢谢。绿酒美食节哈，我们已经有几年的经验，推出之后啊，都受到我们的乡亲好朋友们热烈的回响，能够在我们的传统市场里面搭配美食节来刺激我们的景气哈，所以相关的业者也都非常的配合，能够将自己这个最拿手这个最精湛的这些美食推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所以我们绿酒市场在一个经济部的评比或者各界的肯定，都获得大家最高的一个期许哈，也展现最好的一个成果。所以在这个美食节的推动，我们已经有几年的成果，我们也希望将这些成果哈再继续的延续。有6天的时间，大家可以来我们绿酒市场共同来参与我们的美食节看到刚才杨会长所跟大家说明的，你看都是这个在地最好的一个食材，而且搭配我们最好的手艺，还有我们最赞的料理方式，这个绝对是值回票价。也呼吁我们曾经或者还没有参与过我们绿酒美食节的朋友们多多来捧场，让大家来这边透过美食节的分享，绝对让大家值回票价，而且你会越来越喜欢我们绿酒市场，不管是我们的美食，或者是我们的商品，或者是要来购物的提供，都会获得大家最高的肯定，大家最大的满意。绿酒美食节，50放大变100，五告赞。绿酒美食节开幕喽！欢迎大家来绿酒市场，享受我们的铜板价主题。然后，我们的大国鸡肉铺呢是第一次参加哦，第一次参加荣获2星的殊荣，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好，谢谢。那接下来是金河小吃部，谢谢，哎，别叫。
价，谢谢啊，谢谢。非常难得的是呢，去年是二星，今年再接再厉来拼三星哦，所以呢升级了，非常的厉害，谢谢。再来是自制冰肉泡，这是第一次参加哦，第一次参加得到三星的殊荣，真的非常不容易。大家都听一下，我发现得奖的人非常的多啊、哦，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是庆美果菜糖。弄到十一点，弄做干净。十一点我啊，十一点我啊。红叶较歹起啊，红叶较不易啊啦。哦，红叶吧，这就不易啊。啊，你嘛水达八几方啊嘞？哎啦，十一点我们来所在。啊，会员安尼问题，就是无问题，没问题。啊，过天公食饭嘛。啊，过天，嘛爱忙就大力照顾。对啊，对啊，对啊，伊即下这市场哦，当初是要做迄落、迄落什么大机电脑，咱就甲冻掉。哦，我就甲做。啊，你嘛已经发财，干嘛弄个代工？